真是不是有问题了？真菌不怕火炼，我现在立马来给你烧一下。Nice。哇！二十克的金箍做出什么效果？来开。这个金怎么锤都锤掉了哟！一会儿我们把它收起来去，因为它那个表面的话会有一点会起来嘛，一直不停的敲。金是不是有问题？真金不怕火炼，我现在立马来给你烧一下。经历快将近两个小时，然后给客户的这个紧箍咒手镯，然后现在就已经完工了。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克重，砝码200，1.294。